位探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韶光探友吴静君。今天是10月3日，我来到了江西省瑞金市，现在是晚上7点钟的时间了啊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沙洲坝工业园啤酒体验馆，停车的地方很多，很宽敞，电动车、小车都有地方停车，非常方便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有什么特色菜。我们来到了大厅，哇，璀璨的灯火非常漂亮。今天有新人结婚的，祝福这一对新人白头偕老。看一下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啊？你们这个是什么菜呀？叫金牌蒜香虾。哦，这一个是什么菜呀？这个、叫红军焖鸭。哦，焖鸭。它这个是养生的，有很多中药在里面，哦、有滋补足养。哦。里面有。哎，这个姐姐，你这个是什么菜呀？那个叫海蛎煎蛋。海蛎煎蛋啊。对。我看你的手法挺好啊。看一下啊、哦，点了什么菜？铁板蒜蓉蒸虾，摆放得很整齐。看到是不是想吃的感觉啦？这一个菜呢，芋头来的。那么这里的是叫安炖肉，这一个炖的是萝卜炖海鲜，它是放多很多种海鲜打成肉末。先吃我们这个海鲜炖萝卜，看一下萝卜怎么样的味。萝卜很烂，然后海鲜的味道完全渗入到萝卜里面，很入味了，好吃。然后吃一下海鲜，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很爽。我吃一下这个安炖肉先哈，叫芋头炖排骨，他们这里叫安炖肉。哇，好粉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吃啦。虾也很入味，还放了一点辣椒，这样很安我们的口味。来到这间酒店的话，他们这些墙壁上都镶嵌了一些红色骨头里面的画面。你们有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啊？哦，他这里还有一个舞台，办喜事结婚的人他们来这里就挺方便的。太爷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就吃得很开胃，也很开心。各位探友来到瑞金，来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，同时呢，感受一下自己的文化，期待下次见。